在 PC 上面是达不到的，比如说 Photoshop， 比如说有些 Outlook 没有办法去使用。就是我们的 My Desktop。它分点充电的话，就是你有这个，其实这个充电是更，它就有定位，可以使用。所以这个上面你不用去担心任何一件，就是在 Android 上面做不到的事情，不用担心你没有办法。这个三星是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。